你跟你男朋友最近挺好的吧？但他怎么都没来看你啊？之前来看我的那个不是我男朋友，他不来看我了，我还挺开心的。哦，这样子，那你男朋友呢？他呀，他不在我身边。那他在哪儿啊？和你现在差不多吧，不在身边了。不过，不告而别的人是我。这样子啊？嗯。那你们多久没见了呀？多久啊？蛮久了吧？有几个月了。可能大半年也有了吧，我记不清了。半年不见，那你会不会把他的样子都忘了？小寒，嗯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不是要好好看看我吗？我看你靠的可不是眼睛。嗯？靠的是这里。也在这里。我会一直让它在这。我怎么会忘了他的样子呢？除非有一天我死了，心脏不跳了，否则我都不会忘了他的样子。哦，对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拍到过一张他的照片。那天呀，我表姐的咖啡厅搞活动，我就把单反带回去了，给他们拍照片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他在店里，我就进去了。那个时候啊，他在看着一个鱼缸发呆，完全没有发现我走进去。我就拿起相机，偷偷的拍了一张。不过他人还挺好的哎，他发现我偷拍他，也没有马上让我删掉。那你现在要看照片吗？嗯，好呀。谢谢。何然，其实我发现你人还是挺好的。那我也谢谢你，为了你后半句话。何然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有点怕你的。哎，你一副生人勿近、冷冰冰的模样。我跟你说话吧，你也不怎么搭理我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你这次回来以后温和多了。你看，你还会跟我聊天，安慰我，还会帮我拿相机。找到了，就是这张。哇塞，何然，嗯，你要不要看？我不看了，你自己留着欣赏吧。晶晶和李云他们想看，我都不给他们看呢，我怕他们喜欢跟我抢。那你就不怕？我也喜欢，要跟你抢呢。哼，不怕。我觉得吧，他应该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因为吧，他
他就是个普通人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是很普通。让你说的，我都想看看了。哎，最可惜的呀，就是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。你看完了吗？看完就还给我吧，我就这一张照片，你可别按错给我删了，我还没导出来呢。不然，他就笑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他就笑了。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无意中，我听到他朋友叫的。你也去过那家花店呀？哎，你运气真好。我去了那么多次，都没有听见过他朋友叫他名字。不过，我觉得我能遇见他，我运气也挺好的。你看过《卡萨布兰卡》吗？里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：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，城市里有那么多的酒馆，他偏偏走进我的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，城市里有那么多的花店，而我走进他的。柯南，你觉得我运气是不是特别好？你运气好不好还不一定呢。我觉得我运气就特别好，嘿嘿，后面一切都会更顺利的。